第十七题，罗宾想要了解肥皂去污作用的顺序，请问正确的排列为何？我们晓得肥皂去污是首先我们的肥皂分子会接近我们的油污，然后呢我们的清油端就会去抓油污，然后清水端去看到水，然后把整个油污包起来之后，最后再被它分解成一小粒一小粒，所以我们的次序就看到的是乙丁甲丙，所以第十七题问我们说，请问正确的排列为何？我们答案选的是猪乙丁甲丙。